问问题的纯脑瘫，脑瘫的是有些人在那儿，我们也是为你好，想让你多去点活动。你说这明显的这是根本这就没有什么好回答的问题，这有什么好回答的问题？我再给你类目一下。看看打个拉尔啊，一技能开起来晕住，他跑的有点快呀。早知道我学个 Q 了。等二级吧。还老天天和这弹幕较劲，你说你不傻逼，我跟你较劲啥？我有什么好跟你较劲的？我乐意跟你较劲呢，整的像是的，我乐意自己找气受是吧？没想到我又回来了，你自己发的弹幕二了吧唧的，你是？你能发点正常的弹幕，你说我还跟你较啥劲 ？Q 上来 A， 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波直接秒杀，三、二，闪现点燃平 A， 没 A 出来，但是死了，不需要了。我在一秒钟之内打出了一二三四五个技能加一个平 A， 虽然那个平 A 没出来啊，我在一秒钟之内跳眼儿，这家伙没事，这拉尔其实亏了，他有很多兵没吃到。先来个小吸血啊，哎呀 Q 我，我学个二级 Q 复 W 吧，锤锤锤跳回来，锤锤重锤，不打了，吸点血，跳下来锤，锤重锤。刚才这一波我们 Q 过去啊 ，Q 到他屁股后边，很细节。控一波线儿来，复 W 吧。虽然这拉尔是个远程英雄，啊，但是他还是得变大。他变大，他就是近战，他近战我们就得重锤他。五杠一了，咋抠到屁股后边呀？就抠过去，右键点一下地板，要不就抠到后边了呗。
推不下来，先攒个被动啊，攒个四层无情连打，推不下来，锤，他跑了，没事，下波扣他要死。下波扣他要死，因为他没有E了。他只要让我跳到现在，他就已经死了。嗯，但是不行，他E快好了。我们最好能让他别补着这个车。这波能不能强杀呀？我好想把他强杀了呀！这波，五级，先重锤一下，一、二，重锤开 E， 跳下来晕锤锤，好大。这波如果把他强杀了，我们将会特别的肥啊！蓝枪在我旁边，这螳螂应该不能来，没事。二姐他没闪现，啊？哎，这烟雾弹可以啊，不过卡牌闪现了。哎呀，早不发信号，早不放屁，那卡牌飞完以后你给我发信号，问号问号问号有什么用？人都飞过来了，出个破败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其实早发了，发个屁！这波就是中单的问题，他自己看不住的卡牌，卡牌一枚就应该一直发信号。你给我晕住，锤，锤，重锤！下波他没闪。我们已经有点无敌了啊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这螳螂去打峡谷先锋，我也没空啊，我没空理他。现在我们能无限的越塔击杀这个辣耳啊，这个辣耳其实已经废了。已经废废的了，锤重锤开 E， 让他跳，我们再跳。为什么我能无限越塔击杀他？就是因为上一波，上一波我们越塔杀他，特别的赚。来，我们再杀他一波啊！这个防御塔呢放在这里，哎，放在这里，然后线呢我们不要去断去，知道吧，我们把线推进去，让它在一塔啊，就让它待在一塔这里，然后我们每次越塔击杀它。别人慢点收啊，别着急，跳下来重锤，一开起来我们有移动速度，重锤致命点燃接平 A， 哎，为什么刚才那个E没E到他呀？那个范围明显E到了呀，怎么回事？一血塔看看要不要啊？可以要，也可以不要。两百滴血，两百滴血正好从这位置出来兵。那可以不要，别着急，一会儿再收啊，这一血塔先不着急收。
把兵线控在这个位置啊。我的，现在我们十级，他六级，啊，压了他四级。哎呦！拿他个石头赢，不能老让蓝枪拿我们的东西，我们也得拿点他的东西。卡牌。收波中路的线儿。为什么是冰川征服卡牌？哎，这下路可以啊！哦，漂亮！三项之力3333不够，哎，去打个蓝去，打个蓝就够了。先吃狗屎啊！这拉尔怎么回事？他要过来，过来等他吧。哎，这里有眼儿啊！我们直接跳过来打蓝，他们不知道我在这打蓝。来，往下走，下路要干，可以下当了。注意啊，这个沙漠玫瑰它有跳，先锤大树跳上来，大树没放扣，我们不能放扣，不要有技能就放。把下路塔都给他吃了，这塔皮我全要了。跳泽拉斯最后一场。你他妈的，你不清兵规则啊！锤重锤，开 E 跳回来晕住，锤重锤重锤锤锤，插个眼儿吧，跳回来重锤锤，跳弹，这卡牌我能杀。回家了，他不让杀我们走。嗯，先来个三项，再来个水银之靴。出完水银之靴，我们来一个魔抗装备。这一把啊，这一把来一个魔抗装备。什么装备是魔抗装备呢？我们来个振奋，其实我想出影魔刀的。这不能让这蓝枪拿到东西，知道吧？哎，把这沙米拉杀了，锤锤，重锤，跳眼儿，他把我兵都给我收了，哎，我后悔了。
我后悔了，我不应该拿他蛤蟆的，我拿他蛤蟆他把我兵都给收了，我不合适啊。直接开大招，锤锤晕住，重锤跳出来，锤锤重锤，回点血，别着急，这波可以杀卡牌，别着急上啊，这卡牌一点伤害没有啊。哎哎，就等他，知道吧，我们也不进草丛，他想卡视野撇我牌不可能，我就往那一站，他敢出草丛他就得死，我就刚好是一个这个卡牌撇牌的这个必须出草丛的距离，你知道吗？这大树什么意思？先把这树精给他杀了，然后再把这拉耳杀了，这拉耳一点用也没有，跳下来重锤，我这波魔抗出的行不行？这卡牌打我不掉血，来一个振奋，出一个血手，最后补一个村哥，差不多。这一幕怎么好像看过呢？哇，这泽拉斯预判的是真好，这个逼有点像脚本，怎么会有人往这儿一往这儿 W 呢？他的反应能有这么快？我不信。哎，就一个人他能往这儿一往这儿 W， 你而且那个螳螂在没跳之前他就放了，或者是他就是跳的那一瞬间他这个人他就预判到这螳螂能移过来，反正是有点厉害。反正是有点厉害，别的咱就不说了，跳上了锤。来。Come on。把你们家能打的人都给我叫出来。来。Come on。晕住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开大招，锤锤，重锤，跳下来，锤，重锤，重锤，平 A， 闪现锤，重锤，跳下来，锤 E， 扛塔了。哎呀，刚才没有 E， 气死我了！这波牌没有整掉，这波的牌没挡掉。但我杀十五个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泽拉斯他技能怎么放的。我已经为此等待了千年之久，最终我还是倒在了防御塔之下。他怎么不去放 Q 啊？哎，扭曲树精，锤重锤，锤锤重锤，跳上锤重锤，呀，他给 A 死了，跳上来锤重锤。
给我 Q 一他 ，Q 上来，谁的闪现？下去杀沙米拉。好准啊！看来不是啊，看来这泽拉斯就是猛。他技能放的真好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他就是厉害，人家就是狠，他技能放的确实好，夸奖一波。